徐达不高兴吗？高兴。岂敢不高兴？李先生，听见黄帅刚才说的话了？称徐达为大明第一元勋，那你呢？我呢？该是第几？<笑>我倒没什么，主要是你，唐帅，凡事得想开一些啊，退一步，天地宽呢。<笑> 三弟，哎，你觉得咱家老四如何？嘿，浑身的英雄气。啊，记得当年，他才这么小，就独个从金陵城跑到了鄱阳湖，哎，和将士们没日没夜的练琴射，嘿，把四弟折腾的。<笑><笑>把你们家大闺女许配给咱家老四。啊，
真的？哎，天子一言，太好了！咱家大姑娘好有福气，连咱都成皇亲了。皇上，你跟嫂子商量过没？啊，还没来得及说呢。这怎么成啊？他能同意吗？这难不成？他敢不同意？这朱棣是咱的儿啊，他呀也就给儿女们准备准备嫁妆就成了。娘娘来了。哎，看这个皇宫盖的怎么样啊？好，很有气派吧？哎，你看后面就是山呢、啊，这才叫有山有水有河流啊！真好，真好啊！看那边，啊，看谁来迎接你了啊？徐达兄弟，臣拜见皇后娘娘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还是叫嫂子吧。哦，臣弟拜见皇嫂。昨天夜里啊，你大哥乐得一宿都没睡，天还没亮呢，他就派了几拨人出去打探，看你走到哪儿了，还说啊，非要出城三十里地去迎你，少一里都不成。皇上皇后天恩，臣莫齿不忘。你叫咱三弟现在也学得文绉绉的了啊！大家都听着，咱在武英殿已经设宴，为咱三弟接风洗尘，大家都来。啊，来走。哎，请您说话。臣拜见皇后。汤和，为什么不参加酒宴啊？臣病了。重吗？不重就好，谁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哪能不得病呢？再说这两天寒风掉头，潮气也上来了，人若是再一郁闷，就更容易得病了。臣明白皇后的意思，臣抗得住。来吧，喝酒去。不去。唐和，你了解崇八的个性，你若是跟他有什么疙瘩，你千万别躲着他，你越躲他，他越生气。请皇上恕罪，臣确实病了，不能赴宴。汤和，你可是军中大帅，出生入死十六年了，怎么着？今天要当逃兵吗？好，臣赴宴去。
快睡吧，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。你先睡吧。快睡。不困。你们都是开国的元勋呐、啊！这丹书上记载着你们的丰功伟业，可以悬于高堂，传之后世。
这铁券上欠着咱的恩旨，以后你们无论犯什么样的罪过，公爵可免死三次，其子孙免死两次，侯爵免死两次，其子孙免死一次。但咱希望这铁券上的免死之恩你们永远都用不上。遵旨。干。干。皇上一点不公道。就是我们大帅当千总的时候，皇上还是个马夫呢，要不是大帅浴血奋战，皇上哪有天下啊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喝酒。喝。大帅您可以不计较，可是弟兄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大哥，走，等皇上说几句。弟兄们，不怕死的，跟我闯宫进将，走，走，回来，回来。刘大林，你想什么人？哼，我也是头领武平侯吴勇。呸，你凭什么封侯？你打过仗吗？你不就是给皇上牵个马吗？怎么牵出个猴来呢？马屁猴。听着，我让你们立即退下，否则的话，否则我就……你要怎样说呀？告诉你，老子今天就要见皇上，没有令牌一概不得入内。小子，你躲开不躲开？退下，我要你们立即退下。 你让开不让开？你想干什么？禀皇上，有四个将领酗酒骚扰宫门。哪个营的？听征讨声好像是中军帐下的。唐河呀，自个儿不敢前来，总容属下闹事。甭管他，你盯着就是了，看他们能闹成什么样。遵旨。你让老子进去。退下，要不然论闯宫之罪。不好，这爷就是闯宫见将了。给我拿下。小子，跟老子动刀你还差得远了。给我上。这个武平侯只当了四个时辰，刘将军、吴参将，请进宫吧。两位将军就够了，二位只是协从，请回去吧。谢将军。二哥，你怎么
我没有糊涂，我心里十分明白，我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啊，兄弟呀、啊！又说，他朱重把爹娘死的时候，是我们兄弟俩替他埋了的，是吧？再比如说，我追随郭子兴打天下的时候，他朱重八只是皇觉寺一个行童啊，是我去请招他当义军的。你别说了。再比如说，我做千总的时候，他只是一个马夫啊，后来他运道顺畅，被郭子兴的干女儿看上，才成了冠冕堂皇的朱元璋，才有了今天的朱皇帝啊，兄弟啊！疼！你能跟上位比吗？他是真龙天子，你呢？你再能也不是肉骨凡胎。就算他是个神，是太知道他的心思。受封大典，众弟兄摆不平了，肯定有人会闹，所以他需要扯出个亲弟兄来杀鸡给猴看，震慑将帅呀，兄弟，就像当年治你似的啊，如今治我最合适。而你的兄弟什么都有了，皇子驾车，国公之首，你就是皇亲。你听我说，兄弟，你有完没完？禀汤帅，皇上口谕，请您即刻进宫。是杀童的还是受封啊？末将不知道。禀汤帅，龙辇在外面耗着。龙辇？又是龙辇，好啊，兄弟啊，这回该我做做了。徐帅，皇上没招您。说话呀，有啥委屈？说出来给咱听听。不说是吧？咱替你们说，你们俩顶着汤和的名誉闯宫鸣冤，实际上是因为你们没有被封侯而敢抱不平。吴勇出道比你们晚，却封了侯，你们就更不服了。知道咱为什么不封你们吗？执政15年，蓝山战役，
千总刘大林滥杀无辜商旅九人，劫其财，并谎称是援军奸细，总误战机两次。执政十七年，张士诚进攻湖州，千总李明卫醉酒致败，致使南关失守。被撤之后，竟然大发怨言，说上尉太不给面子了，老子还不如投到张士诚那儿享福去。你们的功过，咱一笔一笔的都记着呢。功记在明面上，过就记在这些小纸片子上。知道当初咱为啥不处置你们吗？啊？就是因为你们的汤大帅啊，保你们，说你们能够将功折罪，现在看来还不如当初就把你们俩给办了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刘大林呐、啊，你当过监军，熟悉军法，你们俩下去办自个儿的事儿去吧。遵命。汤帅保住，保住。末将告辞。走好，兄弟。兄弟，先等我一下。兄弟，让哥先走。不，兄弟，让哥先走。不，不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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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对不起你，兄弟，随你去了。上午刚刚受封完，晚上就击出三条人命，骄兵悍将，后患无穷。你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？刘伯温。咱起初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还什么狠患呢？他就在眼前。哎呀，今日这事儿又让那个进士老爷给料中了。汤和呀，咱们兄弟从小就知根知底，咱为何降你为侯，你该明白对吧？臣明白。那咱就不多说了，多说了反而见外。但咱呢，还要给你补充一句话，这句话你可能还不明白。将帅可废，江山不可亡。臣现在明白了。徐达，在。传旨中书省，剥夺汤和中军主帅衔，降为征南将军，爵位由侯降为伯。
领旨。汤和听令，命你率五万大军征讨西南，剿平川滇一带的匪寇残敌。你三天后离京，出征时咱亲自送你。臣领旨。上尉不是要把你赶出京城，而是给你一个再见功勋的机会。等你西征归来，上尉肯定会重新封赏你的，国公爵位早晚是你的。三弟啊，我这次出征如果能够战死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如果能够取胜回来，我一定要卸甲还乡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的日子是不会更难过了。哎，你听出了没？上尉好像对刘伯温有气。可今天这事儿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也听出来，现在我倒是有点理解刘伯温了。在朱皇上跟前，他活得也不容易啊。将帅可废，江山不可亡。将帅可废，江山不可亡。怎么了？我这茶就这么苦不堪咽吗？昨儿个受封大典可谓振聋发聩，所授六位国公全是淮西人士，28个侯，25个淮西人。伯文兄，您还记得前朝天历年间慈林场那件梅雨之争吗？记得。徽州学子梅士武与浙东学子于少天，两人就《春秋》残卷中的半夜残片展开了论辩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形同水火，继而酿成了廷争。余波所致，竟使徽州学子与浙东学子之间恶交了多年。李相国的开蒙老师就是在梅子武门下，你呢？你也自称师范部于少天，如今两派后学同聚一朝，会不会引起廷争，甚至酿成党争呢？廷争嘛，只怕免不了。同在一朝当差，就免不了发生争执。党争，断我。为何？因为朝廷上下都是淮西巨党，而在下是只身一人，何来的党派呀？再说在下永远不会结党。问题在于你说无，人家说有啊，到那时候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嘛，就得靠皇上来胜断了。天子一言，是非立决嘛。你们愁什么呀？愁也是白愁。咱们这皇上啊，聪明着呢，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聪明啊。
伯兄，把话说明白了好不？请刘兄赐教啊。开国之前，皇上只能依靠淮西子弟取天下，一旦开国，皇上就不是淮西人的皇上，而是天下人的皇上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皇上能不明白吗？再说了，如果满朝上下都是淮西党，那身为天下共主的皇上，他能龙心大悦吗？他能坐视不管吗？对呀，对呀。韩国公李善长的年俸是4000担，而我仅200担。感恩二位，这意味着什么呀？这说明李善长的尊荣权势远在于你刘伯温之上啊。对对对，这是自然。是不是也可以说我的危险是李相国的1/20呢？父亲，父亲，你喝杯茶。哎，伯威兄，请安歇吧，我等告辞了。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父亲，您喝药吧。破了。父亲，您别这样啊，还是身体重要啊。破了它，破了它。补得好。不太好啊！啊，这件边民的纷争断得也妥当。彪儿啊，以后理政就当如此。以后你碰到什么难解之处，先问一问李善长，再拿到爹这儿来啊。儿臣知道。嗯，交部颁行吧。啊，咱还想派你个差事，请父皇示下。嗯，啊。你带上四皇子朱棣巡视一下开封、济南、大都三城，啊，一个呢，去看一看新归州府的情况，特别是边民和驻军的情况；再一个，在这三城当中挑选出2城作为备用都城。你拟一下各城的长短优劣，报咱斟酌。记住，
最后一件事情关系到大明的基业，万不可泄。儿臣担心承担不了重任。叫朱棣准备一下，过两日你们就出发啊！往返千余里，定要注意安全。遵旨。嗯。哎，二虎啊，在。刘伯温现在如何呀？末将派人打探过了，刘忠诚确实病势沉重，整夜聚客不止，并伴有高热、呕血。几天了？今日是第三天。你的年，你岁，生。